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张弟，今天跟明天要前往宜兰前所未有的户外大型演唱会，告五人宇宙超有趣宜兰加长演唱会。那这次举办在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场，那感觉会非常的多人。那我自己呢也蛮喜欢听告五人的歌，那期待3月16和3月17的到来，非常的久，也终于实现看到告五人现场的愿望。那时间也差不多，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， GO！我有点忘记我要讲什么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现在感觉超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相遇不是巧遇，我们之间如果真的有命运，谢谢你们相信命运，谢谢你们相信高人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光，全场告五人宇宙超有趣宜兰加长演唱会两场演出之后呢，心里有激动、感动、开心的情绪。两天的演唱会也诚意满满，放了好几次的高空烟火秀。而这次的演唱会也为宜兰带来新一波的观光人潮经济。现在我自己也开始在期待下一次看到告五人演出的时候，不知道会是哪时候呢？另外跟大家顺便一提，看告五人演出绝对少不了的就是哈密瓜灯，记得按下你的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老张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